在柜顶上呢，应该。俺家这小储藏间儿，感觉还是小啊，东西塞得满满登登的。我现在让大橙子把我家吸尘器的盒子拿出来。我家新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嘛，不是？然后这个吸尘器就准备给我妈家送过去。我们家这个吸尘器，说实话没用几回，长的那个在地下吸的时候用了，像这个短的都没用上呢。哎，这里边垃圾没倒。到时候教我妈怎么倒，我得到那告诉她。里边可多这样小头了，它都能整床上啥的用。对。沙发。这个可以那什么的，什么杀菌的，这个也有电机的。咱们不用，我妈乐意咋捏她整。咱家这瓷砖的问题是，这瓷砖啊，你说你每次吸完之后再用拖布再擦，完拖布上有头发之后还得吸，太费劲了。我们俩现在出发，我连衣服都没换，就穿这身走吧，着急，赶紧给他送过去。我鞋都没换。大橙子跟俏俏回来买了一兜子好吃的，然后俏俏这惦记他太姥给送去，我这惦记我妈，给我妈送一个吸尘器。好，谢谢你进。哎呀，太滑了，慢点啊！老儿，出来，小小。有。俺俩送礼来了，俏俏给我老儿送，我给你送嘛。那啥呀？给我老儿买的吃的、水果啥的，还有面包。我买那个一大堆，你没看着啊？他爸买的，大婶买的。那你不会说啊？就你家那个啊？那不是不一样吗？你那光啥呀？他俩刚放学回来，他就买的。完了，俏俏赶紧就要来呀，说给我太姥送过来。你说那都吃的多些，你说快赶上店了。哎呀我天！哎呀，哎呀，还买的瓜呢。羊角蜜，姥你吃过吗？吃过。啊，我寻思没吃过呢。就是哪儿啊？嗯，这个地方。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，这儿，哎，这是开关，这，啊，然后想要强力的就按它，啊，这个也算，啊，你就走就行了，对，我妈说我老看电视都快钻进去了，眼睛花，离得远看不清。我姥儿啊，在家追这个局，上俺家追另一个局。这自己整不出来，今早给他整出来这个，这家开一天。姥儿，你到时候能记住剧情吗？来回窜。就打发时间呗。你整这一个，我就能整了。昨晚那个演完了，再也整不出来。两天追一个剧啊？差不多呀，一天看挺多呢。这个四十多集，你现在演了十个集了。也快三天吧，嗯，一天看十多集。你看一会儿给你老婆打糕，这搁桌子上没吃，来吃一个。那搁哪吃饭呢？搁这桌子呀。临走还得装点好吃的，哎。把这些都装了，快点！不要，我吃点饼干，带上。饼干装了吧？不要，剩下的你退了。大饼不装了，不要。那小饼干你装了。把衣服穿上。太老实。不吃。吃。给他吃干啥？给他吃那么些个白虾了？不白虾。他都老了，给他吃那么多好吃的干啥？那让太老四一个能咋的呢？我妈说外面下大了，给我俩找个伞回家。不需要伞，我戴个帽子。那我不爱拍了吗？那你不说意思。不是你们拿着东西先跑，我追出来的。嗯。就是不等我，我说我拿个吸尘器过来，就不等啊，着急过来。走了，好嘞，走了老，明天我来接你来啊。拜拜。拜拜。